人同鬼都要尊重，你唔好再搞佢哋啦。由张家辉、郭采洁主演的《陀地驱魔人》，片中的鬼个个造型恐怖，惊吓指数破表，全仰赖特效化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吗？可以啊。这些全部都是发泡乳胶做成，从塑形、烤模到假皮上色，至少得需要一周的时间，且制作成本高昂，每片假皮要价上万元。会先用。就是专用的胶水，先在假皮的内部先上过一层，然后基本上等一下它的皮肤周围也会上。我们从雕塑开模，然后烤这个皮，前置至少，尤其量这么多，都至少要花一个月以上时间。现在我们已经把假皮就是吻合它的脸型，整个贴符合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边缘撕掉。如何把发泡乳胶贴得跟皮肤完全结合，没有缝隙，甚至连色差都没有，是特效化妆当中最大的挑战。要么就是颜色，它这边的皮肤颜色我们都会对这个。上色的原理其实有点像画油画的原理，对，我们必须一层一层的上，然后让下面的颜色可以透出来，就是像皮肤一样。近四五年来，港片大量利用特效化妆为电影的视觉效果加分。台湾团队远赴加拿大学习技术，取得先机，站稳亚洲市场。记者黄一文、张哲如台北报道。